一下手机啊。没包出来还过来拍。我没包住，我在家里面看，我看肉的了吗？肉，肉好了呀。那么不是卤牛蹄的了？晚上使劲吃。前天晚上肉管够。院里面还蛇鼠，哎，这次给彻底收拾干净了。这玻璃还擦了。哎呀，手机呀！哎呀！没事儿，为了租房子，你明天你跟他说，不行再给点钱，你给他连房间打扫。哎呀，好嘛！我们搬进来是我们自己打扫的。我们的家，我们打扫了呀。嗯嗯。怎么了？这个了，肉卷这个了。啊？这个机器。这个哪里面空气的？放在下面，完了放到山上。这个拿回去放上。哦哦。前面放。对，放那山上。下雨呀、啊，这是吧？对。好了，马上能吃了，嗯，饭熟了。这个拿回去放上。好，那，好，厕所。手机，我把那个烧烤肉放外面，专门让雨淋的洗一下，你又给放上来了。能洗？嗯。下雨了，这儿又堵了，门又堵了，我把它捅开了。慢点啊！哎哎！哎呀，他知道了怎么磕。慢点，哎呀，没人跟你抢。他的。奶风的这个什么名字？奶壶那不靠，他不喜欢、嗯，他喜欢杯子，这个杯子里面是。慢点，哎呀，慢点了呀。呀。哎呀。菜是。啊哈，高兴，慢点。嘿，你还喝呢，还笑着呢，嗯，喝。他知道了怎么搞。哎呀 ，beautiful 了，耶！哎呀，高兴没事。好了，喝完了。嗯。OK 了。对，一直洗个澡。好了，吃饭了啊了。这个汤不行了，早点吃。好了，把衣服给他换。好，不给他换。兄弟，哪么接喊那不来去？我，做好了，爷爷。哎呀，别急。黏。吃，一会儿给你吃。这哈喇流的，老弟，你看光线哈喇的流出来了。还没亮亮？没有。嗯，上面的。哎，大牛蹄。对，一人一个蹄子抱着烤。没大多。哎，晾这么长时间还大多。咋了？
别人的故事吧。太大了。你得远远。OK。咋吃嘛？你那个。口蟹能吃那么大一个？在这个放凉了好吃。晾一下，晾一下，太热。抱住啃。大块吃了，大口喝酒，你看高兴还笑了。我的电视哪个的那个？你笑啥？哟哟，哎呦！哦。我又把你找那边去，叫黄娘去拿我。哎呀！嘿嘿嘿嘿嘿嘿，来，把你急的呀！吃，我放凉点吃。烧鸡呀、啊！感觉这几样说吃上牛就能变成牛了。哎呀，你可是牛了。明天起来的时候，哦，就是给我。小菊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你笑的。高兴，气的不行，啊！流哈喇流的。一人半个梯子，三个人吃了。小姐，主要你们辛苦了，是吧？打扫，今天打扫了一天房间，多吃点。嗯。一人半个流涕，把高兴馋的呀，喝了个嘴。我的，你看，你的生的都刚好。哎呀，高兴，你是怎么了？刚睡醒了。那个爸爸的包子，啊，我看这个。看啥？嗯，高兴看啥？不知道，你看。嗯，生气了，刚睡醒，不舒服了，里面了，不舒服。昨天人家姐姐说，喵喵发烧了，喵喵。昨天、今天不知道里面不知道什么痛了。嗯，这么甜瓜，我的起来也不吭声、对，抱上来也不吭声。生气了？嗯，那次打了巴子。你说，你看我吃啥？好。不行，你看我吃。不行，一会儿，到外面吃牛蹄子。哎呀！你看他咋看？你吃不吃？哎，来吃的削一个，削一个，你可笑了呀！你也喜欢吃肉是不是？他能吃这个？咕噜咕噜，他还发，是不是？嗯，你吃，嗯，还小了，小了。嗯，你看一下天气啊，漂亮，今天。看看看看，你看他干啥呢？是。烧。嗯，我说你要拿，嗯。对。还发了。好了啊。嗯，你也吃，你吃吗？你看高兴，我吃、嗯。高兴，我看，哎呀，你这个造型，啥造型了、啊？嗯，来手机，嘿，哎呀，对，扔掉。手机，你一会儿把他指甲给他剪了啊。嗯。我出去吃饭去了啊。好的。嗯。去吃饭了。简单点，就啃个便宜的牛蹄子吧。你跑出来干啥了呀，高兴？嗯？
看哦。嗯，耶，看，爸爸给你切小块的啊，这个牛腱你能咬动？哎，切一下吧，切一下就行了。嗯，小弟，快点把它抱回去嘛，把指甲给绞了。啊？嗯。快。老爸。抱走，抱走。回去，回去绞指甲去。快，快快。你看他不可以了，你抱着他们他不可以，就看这块肉，嗯，先给他嚼指甲一块给他吃啊，看这块肉，大仙爸爸没给你揉了嘴巴嘎嘣嘎嘣，你看爸爸吃什么，来看一下，吃，看你，看你，吃，你能咬动牛筋？嗯，你能咬动？嗯，嗯，好，小葵的来给妈妈啊啊，你看爸爸吃什么，爸爸吃什么，你也吃，告诉昨天的有了也 beautiful， 今天的没 beautiful， 你看他咋吃，比昨天是热的，今天是凉的，凉的话就硬了。嗯，你看他咋看？你看爸爸咋吃？嗯，嘿嘿，不给了，不给你了。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咦咦，你看，来给妈妈啊，啊。不给我，妈妈也不给了，好了啊，妈妈生气了，拜拜了，爷爷也慢点，还拜拜了，哎呀，抱回去给他嚼指甲，这个肉真是透亮的，真，嗯，透亮透亮的，放一晚上亮亮的，就这种。这个大牛蹄是一半，牛蹄的一半，还有一半。这个牛蹄算10块钱人民币吧，这也算是5块钱了，就这一个，挺合算的，一顿有这么一有这么半个就吃饱了。